哦，谢谢老师哎，好
精细的那个分析哦。听起来这竞争真的好大哦，那种怂恿品哦，伤脑筋的。职业组的吐槽球法越来越多了。就凭感觉，两臂走，肚子硬，真的，味道还是很厉害的，超超超，不用称，那个味道还是。啊，那其实我们三队有出超味啦吼。好啊，那接下来其实我想要访问我对面的那个屏幕主厨，等一下，他一把快请主厨来到我们这边。对 ，Bingo Bistro 的主厨吼。来，请主厨来说一下您这次呢观看素有这些职业组的最后的。处理熟食有没有基本最基本的，然后戴手套啊，或者是基本，然后海鲜或生食之类的，然后都安排。然后另外我们会更注重的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会蛮准，因为其实早上设施可能蛮多妈妈都是现场做的，还是现场做的一些反馈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就是最难的。好，了解了解。是有时候就是比赛路上就是。最佳点分就在于说，能够在这样子的九十分钟去呈现整个的完整度，这个蛮重要。还有就是像能够叙述以后的五种，对，就基本对自己的食材的了解。对对对，然后可能要说有产地的食物啊，对，了解。但是其实呢，我们就会发现蛮多会善用很好用在一起。是我觉得啊，其实今天大家的流畅度都非常好。有，我觉得应该是含餐点应该有34万左右。对，真的呀，含油总二十几，看起来都是超多。对，都差不多。是，了解，谢谢。对，哇，谢谢我们的主厨。大家好，我们想问一下老师，是主菜的老师。我觉得做菜心情真的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好好的心情做出好的料理，好好的心情做什么都对，因为我觉得你用心之手腌料理，一出料理嘛，你在这里会干出一道。你看现在那个我们的腌大厨，他光是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配料汁啦，哦，对，酱汁啦，酱汁啊，对，酱汁就很专业。对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不是参赛者啊，我可能真的会生气。生气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彼此就是用就一样多嘛，就碰到我，碰到你，他说你不要打扰我，还说我听说你这一套，结果这样子，结果还把武器。我觉得其实厨师脾气都很好，真的吗？身体，你的那一位就是快很准的感觉，他说里面我说会给你，你反，但是他也不会觉得就是突然就啊，好像怎么样，要一定要。
对，肚子好饿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到下一组了，下一组。第六组呢，都玩味料理家。你刚才是我理家，好吗？你不是理我。玩味料理家，大好厨味料理家。很好，今天其实我看到职业组宋雨跟厂家都有没有想到很年轻。对啊。对。也没有，其实就是大家的专注专注。那我们的詹厨师就在练铁砂掌，他刚刚用手去蹭，他是刺激，对，刺激，刺激的这个感，刚好是师傅，杨师傅的，杨师傅，哇，每一位师傅呢，也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门的地方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先方便访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是甜点吗？咖啡小店呢，在我开打后面很好。好，今天是仙草冻，我来猜看看。是仙草冻的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呢？菜包，菜包，菜包。哦，你们那边你知道你是菜包？菜包。哇，应该那边有一种超级的邀请哦，让大家除了唱戏之外呢，在你家中间也是有准备他。是谢谢他们。然后我们这边刚刚有那个黄黄的酱，真的啊，吉酱，吉酱，哦，是吉酱哦。我刚刚以为是那种，就是我们日本不会用的，对对对，我来来给你看一下，那是吉酱，哇，把客家元素融入在里面。哎，那我要看看你吃好不好。对，可是他们比较大西洋理论到，我可能会分不到来吃。哎，有可能哦，对对对。对对，目前没有人欢迎我们试试，也没有，大家都很专心啊。谢谢我们第六组玩味料理家，李佳，来三个人都一起组哦，一起组，一起错一点不你们的屁很大，为什么有三位在外面？对啊，这感觉是，哦，我知道你们是不是早上有遇过你们的人？没有，对。他的第一想要快点，我们继续，太好看了，加油加油！
吃草一点都不讨厌。好啊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要帮你拿约，还是我们就躲在这好了。没有，今天呢真的很开心，你可以穿透每一个职业，看到真的是与天的关系。对。但是完全不打扰他们的心情呢，觉得吗？打扰我的心情。打扰你什么心情？我真的不是。我讨厌晒了。
他不行，他现在如果反弹，他的话他会烧焦。对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是说他的，我们今天看他的南瓜，南瓜，南瓜，那是哪里做的？对，是甜点师团。卡斯达，卡斯达，就是会烫，没有了。没关系，好吃就好吃，对不对？没吃过，哎，我来我就是我们这边的甜味。
是换了吧？我们也有茶奶茶。各位乡亲好朋友，我们这个香港茶叶茶也有提供的茶，听说来讲可以试试，对不对？可以试试。健康的鸡妈妈才会生出健康的鸡蛋。那健康的鸡妈妈想要最重要的
样子。鸡蛋本身它就不具有状态。你看它这个鸡蛋超级像是假的，对，很漂亮。不是李佳，我跟你说，你吃，让我讲。我先你一边吃，我先跟你说。其实我自己平常啊，我很爱吃鸡蛋，原因是因为鸡蛋它就是半熟的，会有臭的味道，有高乳。我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任何同志，但是呢，真的它没有味道，而且第二点是它没有那种调味。没有，好好吃，可以吃的，这么好吃哦！有一些蛋真的会有味道。你说你先吃，真的，我刚吃的是你看我吗？完全没有什么味道，因为你说刚刚老板提到，真的有些蛋真的会有味道。我是细线，我看，好，我拿，看他的眼睛。